遇到生活中的烦恼，你怎么办？这些人潮都干扰到我们了。嗯，而且都是买一下。啊，阮家都无法度，阮家都无法度停车。对啊。你人都搞啊，客家弯弯，然后他们都是在赚钱。很影响做生意的不用做了，要出入的不用出入，要接送小孩的很麻烦。好，就去检举。最后呢，这个。锁定每周六日晚上的8点，敬天电视台播出的《绿油精》，看电视学知识，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。